这个周末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不如来到这里参与我们的圣诞派对吧。没错，由 Graffiti 为你呈现的 Christmas Bonanza 将会在这个星期天12月19日早上10点开始，到傍晚的5点。那给你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玩意儿，其中就包括有你可以以八零级竞标你想要的圣诞礼物，其中包括有 iPad、 Dyson Supersonic 吹风筒等等的。那如果你想要找回小时候的回忆的话呢，我们还让你参与 Dcom 的游戏，有机会透过 Dcom 赢取全新的手机还有电子商品哦。那小朋友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见到我们很可爱的圣诞老人，所以来不来，来吧。这个星期天12月19日早上10点，约定你在 Graffiti 展销厅咯。 See ya。